再苦什么都不行，不要我告诉别人，电话也不停，让他想不停，我不敢多问，也不敢走得太近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汹涌的泪水已经将我的心都捣碎，我悄悄地走离开苦歌沟，这是唯一可以放肆的时候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放肆的时候。你的柔情似水，嫉妒让我爱得沉醉，傻的输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，不让你的眼泪陪你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他老滋味，不让你的眼泪陪你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他老滋味。Hello， 欢迎再度收看《古王至尊》啊！这盘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啊，每天都没有量，每天在那边震荡啊。那我一直告诉你呢，不要扒来扒去嘛，对不对？看到涨就去追，看到跌就去杀，尾盘就被拉啊！你有多少钱都输不够，它就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啊。不过这个多头的趋势呢，走的是有点辛苦了啊，真的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像生技股啊、哦，今天呢，哇，4163的亿泰攻上涨停板，创波段的新高，有没有？77涨到157，哇，一早攻上涨停，这个气势多漂亮啊！结果呢，它尾盘又打开又打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啦、啊，我们的一财小标股啊、哦，雷虎呢也会受到一点影响嘛，啊、哦，但是无所谓啦，啊、哦，我说从这边开始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来啊、哦，从这边开始我带你买。来到这边，我认为说价差都做出来了，哦，现在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，啊、哦，那生技还是走长多没有变，只不过呢最近会震荡的比较凶啊、哦，因为你看到了有没有？异态嘛，啊、哦，涨停打开嘛，啊、哦，然后开始要来洗了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你看智勤也好啦，啊、哦，冲高又杀低啦，啊、哦，来台微体啊，哦，冲高又杀低啦，啊，4168的唐联啊，哦，4743的合一啊，3176的基亚啊，基亚比较凶一点啊，里面呢是基亚比较凶一点，但是也没有过高嘛啊，所以呢这个盘呢，假拍胜啊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字嘛，假拍胜嘛，啊假拍胜呢，可是大家又有那个期待嘛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股市在历史新高啊，道琼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克13年新高，欧洲股市也在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大陆股市呢，又看起来又在底部，那、啊、当然还是做多嘛，没有错吧？
对不对？从7700到现在还是做多啊。好，虽然说今天呢又在震荡啊，要比预期的弱，对不对？但是无所谓。为什么我说无所谓？因为今天有两档股票很重要。第一档股票 TPK 啊 ，TPK 今天在破低了，有没有？那、啊、TPK 今天在破低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可怜啊，真的好可怜啊！今天呢，在创波段的新低了啊。但是你看到，哎，有试图啊，在多方抵抗了啊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啦，啊，在这边它就是一直在杀融资而已啦，那看谁撑得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，我说就算 TPK 会反弹 ，TPK 会反弹 ，TPK 会反弹，我都不抢，对不对？到现在为止，我相信很清楚，这两个月以来很清楚，是不是？那2498的宏达电呢，比较强一点啊、哦，有没有？那今天的尾盘拉上来，有利空不跌的味道，因为呢，它专利权又输了嘛，哦，又被告了嘛，哦，但是你看到，基本上呢，哦，宏达电是比 TPK 强多的，所以呢，今天虽然大盘跌啊、哦，但是我告诉你啊、哦，我仍然是看好这个盘，这个盘多头还没结束，真的还假的？啊、哦，真的还假的？这边我告诉你做多有没有全力的做多，对不对？这边我也告诉你做多，这边呢政治利空我也告诉你做多，这边我还是告诉你做多，这边我还是告诉你做多，到今天我还是告诉你做多，没有改变，7700到8400都没有改变。真的等到行情不好的不对的，我会告诉你。哦，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筹码面，它还是偏多方，还是偏多方，而且外资还是做多。那没办法，你还是要尊重这个趋势。那接下来我认为会由电子股来主导。哦，听清楚哦，接下来我会认为是由电子股强弹的走势会比较凶一点。哦，因为呢，对不对？今天大盘在弱的时候呢 ，TPK 先拉了嘛，有没有？最弱的股票先拉了嘛。哦，所以看盘啊，不是说只是啊买那个软体哦，红买绿卖，箭头向上做多，箭头向下放空，哈、哦。我告诉你，前天我还看到一个节目，真的有趣啊！那个哦，现在改用箭头在骗人呢。哦，那箭头好多好多个，真的很好笑嘛，对不对？骗了那么多年了，不要再骗了。箭头真的那么好用，指标真的那么好用，每个都赚钱了啦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台北股市的量这么少？为什么？我们讲个很严肃的话题，为什么台北股市到8000多点还只有6700亿、7800亿、6700亿、7800亿的量？为什么？因为散户都输光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。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，基本上就看到这样的现象嘛，散户都输光了嘛，股票输一输。要跑去玩期货啊？期货呢，自己玩的输，那没关系的，我们跟老师了，因为有些老师好厉害，会讲哦，对不对？花跟老师又输，那、嗯、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师不可靠，赶快那个软体，我说我电视上都卖软体的，好棒啊！哦，看起来软体，我这边买，这边卖，这边买，这边买，这边买，这边卖，一定会赢，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他每天在节目讲都赢，哎，真的买了一个软体，买了之后呢，哇！细的盘整盘的时候，这边扒一个，那边又扒一个，追高又被扒，杀低又被扒，扒扒扒扒扒，三天毕业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买软体的不用骗了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光是这几天啊，哦，这几天你就被扒死了，啊，光是这一个月啊，对不对？杀低哦，放空哦，结果又被嘎上去。加上去做多、哦、又杀低哦，啊又输了，哎、啊、又追多、哦，接下来又开低，然后呢每天又震荡的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啊你要哇不要玩波段，我们玩当冲好的，哇这边空啊就被嘎上来，啊这边多了哦又被杀下来，那、啊、这边空啊又被嘎上来，一天又输个好几次。所以刚才我才跟导播在那边聊天，我说哈、啊，
那导播也是做了很久了啊，十几二十年了。我说真的啦，你哦跟那些哦每天做期货大赚的老师啦，然后卖软体大赚的老师啦，不如哦自己博杯较紧啦。你真的要去做期货，不如自己博杯啦。期货就是多跟空而已嘛，就是买跟卖嘛，你自己博杯较紧嘛，二分之一的机会还会赢呢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你心诚则灵哦，老天也会帮你。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啊，不过我一直告诉你，我说真的啦，在这行业那么久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啊，有人做期货赚大钱的。我讲实在话，只有做股票才能够赚大钱啊，做股票做对了一个股票，然后你运气还不错啊，从底部一路的爆上来，那个趋势没有改变，那个产业一直往上走，真的那才能够赚大钱，因为可以买的多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抱得稳嘛。哦，反而是现在这几年台北股市就这样，很多投资朋友玩股票玩输了，输了几百万，剩下几十万，那不甘心，不甘心怎么办？你会越来越急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急之后，你啊，看到人家说期货好好赚，就跟着去玩期货，啊，你也不要胜啊，林老师嘛不要胜。连大盘多空都看不懂，一堆人从7700空到现在，对不对？那么卖软体卖指标的都讲过去的嘛，那过去当然对啊，随便画一个红线一个红线黑线都嘛对，结果你买了还是照输啊，很惨，真的很惨啊。所以为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要唱这两首歌，对，是否你曾偷偷的哭嘛？哦，真的做股票了啊，在股市里面，没有人永远一帆风顺的，哪有那么厉害？对，股王至尊也会做错，也会看错啊。但是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大的方向啊，有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观念在，那有长线保护短线，你就不会错了，对不对？在震荡的时候，在洗盘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追高杀低啊。哦，你把股票杀在低档，多可怕，多可惜啊！你看这几天的盘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你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我说真的哦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唱唱歌也好哦，有没有？去唱唱歌，去跑跑步，哦，去郊外走走都好。要把压力放出来，换个心情，哦，做不顺的时候你就是换个心情，不要做不顺还要一直做。他就越做越错了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呢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首歌我就把它改得更好玩了，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追高杀低啊，对不对？那股市就这样嘛。哦，你做错了就是输钱嘛。你有多少钱可以输？哦，刚才还看在导播那边还看到一个节目，很好玩的。现在其实有些人真的蛮会讲盘的啊，写一大堆字卡，很好玩的字卡。哦，大赔大赚，小赔小赚啊，哦，然后把大赔化掉，是对的。每个人都虽然是大赚小赔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啦，哦，有些老师会告诉你说，我们哦很厉害，我们很会追股票，对不对？强的我们就去追，然后不对的时候我们就砍，我们设停损，设小小的停损没关系。听起来是对，哇，追对了哦，可能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、五根、六根、七根、八根、九根、十根，可能会有十根的涨停板，嘿，听起来很迷人啊，对不对？那做错了没关系啦，我们一根跌停板我们就赔了，我们就不玩了。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对，但是呢，碰到盘整的时候呢，哈哈，还翁戏耶，对吧？啊，今天去追涨停，明天开低，要不要跑？要不要认赔？一定能赔啊！结果哦，又看到别只股票涨停，又去追哦，追了涨停，好高兴哦。结果明天哦，又开低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认赔？还是认赔？因为他又告诉你啊，我们要有停损啊。那结果呢？每次赔5%哦，赔个10次5%，你算一算了，哦，赔个10次5%也是50%了，对不好？100万的变50万的，冲50万啊，你怎么赚得回来啊？你被扒个10次，你也是没信心的嘛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看那种节目，真的很好笑的啊。所以呢，
这盘无聊了啊，没有量，不过今天有杀量出来了 ，OK 了哈。那今天韩国，你看韩国啊，今天韩国跌比较多，哦，有没有 ？Korea 跌的比较多 ，OK 了，啊，外资买那么多，多头市场就这样嘛，缓涨急跌嘛，啊，缓涨急跌嘛，所以杀一杀整个一个架构的改变啊，我认为说大盘多头没有结束了啊，不用怕了啊，那这边电子股会弹的比较凶一点，啊，会接下来要该电子股会反弹的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说这一档呢，来。电子小标电子小标股来啊、哦，电子小标股今天也跌了啊、哦。那昨天创高，我也不想跑，我也不想获利跑了啊、哦。我认为说它还没走完。那今天也跌，不过我还是认为 OK 啦，接下来就是走电子了。那你要赚电子的反弹的赚反弹的钱的啊、哦，尤其是比较好的公司，筹码又干净的，对不对？这种比较安稳的，我相信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你想赚钱的，把电话拨通，我免费的送给你。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会。民国55年，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，当时约20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。民国101年，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。预计民国111年，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少子女化与高龄化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。谈及下一代，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，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7000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7000万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7000万万个我。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！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7000万万个我了。好的，欢迎再度回到现场啊、哦。那这个盘呢，理论上应该也要轮到电子要反弹了啊。那今天看到 TPK OK 了啊，今天它破低了啊，然后有在做拉抬，不是重挫跌停了啊。已经比之前这些好太多了啊，有没有？每次呢打底不成破啊，又破底，打底不成又破底啊。那最近你看到基本上。这边呢，底部的量越来越大啊，底部的量越来越大，这当然是有人在做停损了啊，那有人在做逢低承接的动作了啊，那当然它还是一个弱势反弹的啊，所以我也不会建议说你去抢 TPK 抢宏达电，我说实在的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我讲了差不多2个月了啊，那当然你也印证了，你随便买一只雷虎都比它强，是不是？啊，8033的雷虎，我相信了啊，你随便。那时候跟我去买雷虎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生技是主流，你去买雷虎，那时候9块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就算它跌了，啊、哦，就算它跌了，它有多少钱？它有多少钱？也有11块多哎，啊、哦，9块多到11块多，也将近20几%呢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同一个时间你去买 TPK 的，啊、哦，同一个时间你去买 TPK， 买在314，现在多少钱？203呢，啊、哦，
314跌到203，跌了三成，对不对？那同一时间你去买宏达电的也没赚头嘛，对不对？买148嘛，现在呢，今天呢144嘛，啊、哦，所以为什么说生技它就是一个长线的主流，这没有错的啊、哦，只不过今天呢，因为异态啊、哦，这强势的股票你看冲涨停又打开，这样当然就不太对了啊、哦，甚至你看，对不对？台微体智勤啊、哦、台微体啊，唐联啊，全部都冲高又杀低了啊、哦，代表说这边来说它就是要有一段的整理的啊、哦，要做一个小小的整理。啊、要做一段小小的整理，所以现在来说生技可能短线上要做整理，要做休息。那接下来呢，主流呢，我认为就在这边了啊，反弹主流应该在宏达电了 TPK 了啊，2409的友达了啊身上。那当然呢，最强的反弹的电子股就是可成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可成呢，对不对？这一波129先涨到174嘛，啊，涨了将近五成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要给你这档电子小标股就这样嘛，因为它跟可成是父子的关系啦，啊、哦，父子的关系啦，那也是可成转投资的股票啦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它的毛利率啊、哦、还不错，毛利率有35%，对不对？营业利率有20%，哦，总比那种毛三到四代工的3%5%怪棒庆后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现在电子不好？因为毛利低嘛。大家都在抢单嘛，鸿海抢广达的啊，和硕抢鸿海的，然后接下来比亚迪也要来抢，不好玩，那个利润都很少，所以你看到鸿海为什么要标4G，为什么要去做通路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为什么要移民前进印尼，要做软体等等，啊，就是他也看到这个问题所在，啊，这就是我一直告诉你为什么我说不是股王至尊不爱做电子。因为两个月前我就告诉你电子还是不好，为什么？第四季我也看不到旺季，你看有打法说昨天就说了嘛，我在两个月前就告诉过你、哦、如果我真的要做生意，我可以每天跟你讲宏达电好棒， TPK 好棒，来安慰你，来骗你，但是不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产业的趋势，一个产业的循环，一个产业的高成长期啊、哦，那个股价的一个高成长期、大获利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尊重它，啊、哦，去尊重它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，我们没那个能力啊，也不是外资能决定的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外资它只是打落水狗，或者说去帮忙抬轿而已。那是一个产业的趋势啊，那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告诉你，为什么你看到预日车可以涨到400多块？哎，前年我80几块带会员买，有些人就怕得要死，结果涨到100多块卖掉，每个人都好高兴。那我也不知道预日车可以涨到400多块啊，这个啊，对吧？裕隆有很好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在台湾也卖出Toyota，那就是一个趋势嘛，哇，它就是搭上大陆的东风汽车嘛。中国大陆大成长的市场，那没办法喽，人家外资给他那么高的本益比啊，外资愿意买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要尊重他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接下来啦，啊，这个盘今天呢下杀下来有量 ，OK 啦，杀下来有量是好事情啦，啊，这个量800多也好事情，那电子股反弹会比较凶一点，那你要抢短的这一档股票。电子小标股可成的子公司我送给你啊，把电话拨通。那真的呢要赚大钱的呢，在底部的中概的小标股它呢还很便宜，你买的多赚的多，买多一点未来赚多一点啊。那中概的股票呢，我认为中国大陆股票涨起来了，股市涨起来它就会涨。那现在呢大陆的 A 股还在洗嘛，有没有？它还在洗嘛啊，有没有还在洗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基本上呢，这边颈线也差不多了啦啊。大陆 A 股你看到有没有？来来来来，加老师，不要紧，别惊伊，啊，李克强不会让他倒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哦，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一个，中概是买的多赚的多，电子呢是在一个底部啊，哦，它会强弹，弹得快的。那这两档股票呢，想要赚钱的，把电话拨通，我免费的送给你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，再会，拜拜。
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累死了，想到要去排队办美签。哦，有个浪费时间的。喂。喂，你要赶快找时间去拍美签大头照哦。哦，好啦，还要去面试耶。啊，忘记线上网预约了。哦，你们资讯很差哎。来，你们看，以后去美国观光和商务考察不用签证了啦。是哦，这本护照有够照。环游世界啪啪照，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推荐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正式上路喽！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新增6项补充保险费，加强关怀弱势，提升就医品质，公开保险病床查询，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，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，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。二代健保全民